我从头到尾，我都没做过一次主，今天必须由着我。媳妇儿，不是我不由着你，这做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准备，这也不能说临时去哪儿就行的是吧？我要去的地方，要人有人，要地方有地方，要吃喝有吃喝，啥也不缺。你要去哪儿？城西广场，大车店。 太君，啊！太君，良民，良民呢？啊！哎，好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哎，太君，里边这个人得了重病。 动不了啊，动不了。两名正在赶我。啊，有，梁队长。城西广场大车店。哦，对对对，大车店，大车店。哎，这个，这位里边躺着的。 就是我们大车店的少东家，哎，他得了重病了，我带他出来看大夫。那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个马车不是颠吗？我带他休息一下，休息。阿克，给我上去把人轰下来！啊！出来！出来！哎！出来！出来！哎！ 出来！哎，出来！哎，太君，阿克，我就应该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哎呀！哎呀，太君，我有一句话要说，就一句。使不得呀，哪有办喜事临时换地方的？你这太胡闹了呀！是啊，太长，大监楼的人都等着呢，也跟版本太君没法交代了。媳妇儿啊，你这就是让我为难了。 刚才还拍个胸脯像个爷们儿，怎么，听到日本人三个字儿就怂了？除了这事儿，什么都可以。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还没办事儿呢，新郎新娘就见面了。哎呦，这规矩全破坏了。哎呦，什么规矩？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二闹，给他。妹子，就剩这点钱了。 哎呦，这可真不是钱的事儿啊！别好了，闭嘴！阿敏啊，你看多大个事儿，这眼睛都哭肿了。你好好听话，今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是是，好日子。哎，媳妇儿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 怎么那么回事？谁他妈就带上来的？大爷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王彪，你要真心娶我，就答应我去大车店办事儿。我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你过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死在这儿了。烈女有性格，我喜欢。东家，你喜欢不行啊，版本太君都没法交代呀。王彪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这女人如衣服，命才是自己的。 媳妇儿，给皇军办事的人多了去了，这结婚这么给面子的是头一次。这太君在八仙楼给咱摆好了酒席，如果我不去，那就真是给脸不要脸了，那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哎呦，闺女，你怎么能寻死呢？你老娘还等着你养老送终呢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行了，骗子就骗子吧，来来来，请教了，来请教。 来了，请教。去哪儿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那您说吧。不去八仙楼，皇军不会给什么好果子吃的。但是，今天我结婚，我媳妇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宁肯让皇军怪罪，也不能让我媳妇怪罪我一辈子。今儿啊，就去大车店。
大队长，你想清楚了？想好了。王彪，你当真？没有比这更真的了。现在就去。当然。但是啊，你得告诉我，今天为什么非要去大车店？那里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？我就给你一句话的时间，说。里边躺着的这位，我们少东家得的是肺结核啊！他传染的，肺结核传染的，传染。太君，我不是故意冒犯你们，我是怕我们这少东的肺结核传染给你们啊。阿哥，快跟我回家，再让我看到你们，死了死了！爹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谢谢他，谢谢他，哎呀，谢谢他！哎呀，东家东家，这这，别咳嗽了，把传太君传染了，快快！你说大伙儿有进步啊，居然能编出肺结核来！你这编瞎话的功夫，快赶上狐狸了！你跟你这么长时间，这点学不会，赶紧绕过去，截住那几个鬼子，快！啊，咱不是要回原地吗？这要是副队长找不着咱们该咋办？顾不上了，刚才那几个鬼子看了你的良民证，他是看了，他又没怀疑啊。现在是没有，等出事了，坂本四郎一定会调查今天发生的所有可疑细节。万一问到这几个鬼子呢？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都不能留下。那咋办呢？灭掉。这。队长，你没事吧？身体能受得了吗？别管我，快！那你再忍会儿啊，忍会儿。这，这，这，队长，他们在干什么？怎么停了这么久？坂本长官的命令很明确，就是让我们护送他们去八仙楼。其他事情不归我们管。嘿，说，今天为什么非要去大车店？有别的男人？哎呦，啥别的男人呀？我们家阿敏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大姑娘，你这么说，可就是太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了吧？我知道阿敏是个好姑娘，要不然。我也不会娶她，可是今天这个事儿太奇怪了，我要个解释不过分吧？哎呀，大队长，这大姑娘家的心事，我们这当娘的也不清楚啊。嗯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原因必须要讲。哎呀，这事儿吧，看得奇怪，哎，其实也不奇怪。哎，谁心里还没点事儿是吧？别跟我兜圈子。我要问的，就是阿敏心里的事儿。阿敏，我就替你说了啊，我说出来，你可别嫌弃我们阿敏啊。说。我们阿敏她心里苦啊。什么苦？因为大车店的人啊。这不是高川人的错吗？
不是让你们回家吗？在这儿干什么？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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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杀皇军，混蛋！啊！媳妇儿，大车变什么人？男人？谁？哎呦，不光是男人，还有女人！哎呀，姑爷，你想想，我们娘俩那伙。就是靠卖馒头过日子，那大车店是最大的买家，阿敏天天都去送馒头。这跟阿敏心里的苦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关系大了！阿敏一个大姑娘家，整天抛头露面的卖馒头，只有娘没有爹。那大车店是什么地方呀？那不三不四的人多了。可怜我们阿敏，让人瞧不起，受够人家欺负。还有这事儿？